重庆人民对于跑步的喜爱，如同重庆的夏天一样，令人热血沸腾。是时候来一场挥汗如雨的马拉松了。继上周六上海站收官后，8月12日由北京现代举办的一心向北直通北马2018北京马拉松北京现代训练重庆站圆满结束。300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重庆大学城西街，向北京马拉松发起冲刺。一场训练营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重庆的好山好水，还有激情四射的重庆人。马拉松不止快，更强调快乐。在北京现代看来，马拉松不仅是一项历久弥新的潮流运动，更代表了一种时尚前卫的生活方式。这与北京现代一直强调的年轻、激情、活力的品牌内涵和努力打造的健康、运动的生活方式完美契合。当马拉松遇上北京现代，激发出的是健康与快乐的持续蔓延。上午7点30分，竞速赛正式鸣枪开跑，300余名参赛者身着统一赛服，集中竞速，火力全开。北京现代为参赛者们提供了包括暖场热身、能量补给在内的一系列专业贴心的赛事及服务，助力参赛者突破极限，冲向终点。重庆站竞速路线总长度约12千米，经过激烈角逐，何勇先生以42分19秒的成绩一举夺下男子组冠军，郑丽奈女士则以53分26秒的成绩拿下女子组冠军。竞速赛后，跑友们在现场分享跑步经验，为北马正赛做准备。此外，为了增强训练营的趣味性和互动体验性，主办方特别设置了现场抽奖环节，营造出欢快热烈的互动氛围。最终竞速赛中男子组、女子组的前三名与现场随机抽取的幸福共计30人获得了直通2018北京马拉松的机会。一些牛唐西洛热协助战北京现代与北京马拉松，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平台，让年轻人走出钢筋水泥的束缚，摆脱日复一日的乏味，来到室外展现属于他们的青春与活力。这使得北京现代成功圈粉一大批年轻消费者群体，其品牌年轻化战略效果凸显。跟冲向十足的山城人一样，同样有着运动基因的高性能时尚酷跑 SUV Insano 昂西洛自然也不会缺席。 Insano 昂西洛不仅造型出挑，动力性能同样秒先秒的，线上 H5 互动类选手花式助战本周末武汉站、北京站还将强势接力，报名参赛的跑步爱好者同样有机会直通北马。此外，训练营参与者关注北京现代官方微信，回复我要助力或助力，即刻参与到互动 H5 互动游戏中，胜出者将有机会赢取北京现代高性能时尚酷跑 SUV Insano 昂西洛一年免费使用权等超值大奖。未参与训练营的广大网友也可以参与 H5 互动游戏，为参赛者助力减时，同样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。